即将举行的2015香港小姐竞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，最强娱乐资讯 App 东网巨星日前就在 Facebook 度推出港姐民选投票，港姐任你 like， 率先预测一下边一位佳丽有望戴上后冠。第一阶段巴斯深水投票反应热烈，赛果唔使问啦，贵带头系边个都呼之欲出噶啦，就系一号十优状元麦明诗，暂时有近39% 嘅网友 like 爆，真系可以话系由首轮面试至今由头带到落尾啊！真系好多谢你哋喺东网嘅 Facebook 嘅港姐任你 like 嗰度投咗一票啊！其实我见到你哋嘅留言咧，同埋你哋嘅支持，系真系令到我喺呢个压力之中咧，系可以继续走下去嘅。咁你哋嘅 comment 啦，例如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啊，我太瘦喎，其实我真系有聆听噶，而我而家咧系好积极咁去增紧肥噶。有一句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就系、性不骄，败不馁啦，唔好因为呢个我暂时领先咧而会松懈自己嘅，咁会继续努力做到最好。贴住佢嘅有另一热门十号翻版朱晨丽陈静仪，得票率系21%，佢就话好开心可以入到三甲啊！多谢大家支持，咁希望我自己都会做得更加好，咁希望唔会令到大家失望啦。一路以嚟我都觉得自己系有进步嘅，咁所以都好希望观众朋友都会见到我嘅进步，咁都会好多谢你哋嘅 like 去认可我嘅努力啦，多谢你哋comment 俾我啊，有 like 我嘅相啦，希望你哋都会继续睇到我嘅表现啦，中意我啦，到8月30号都要继续支持我啊！至于三号英国硕士生罗丹红就凭住7.6% 得票率爆冷，成为民选第三位，佢就真系喜出望外啦！我觉得好开心啊，咁多人支持我，咁我都有睇噶嗰啲 comment， 就话我发型啊或者化妆方面可以继续进步，咁我都好多谢各位东网朋友嘅支持同埋你哋嘅 comments 啦，请你哋继续支持我啦，我会继续俾心机噶啦。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差感觉呢？没错，讲真 Louisa 都会买一送一讲买，兼且一样是大热的四号串最 Ada 庞卓恩，这一次竟然三甲不入，令人戴点眼镜，各位 fans 真的要努力 like 了。